么呢？来跟大家说，它呢是仿真多肉盆栽，你可以选个自己喜欢，它真的有很多种很多种，超多款式可以任你选择一个你喜欢或你一直看很久在吃没有下手的植物。我好想在桌上放一点什么，但是就想说，可是我没有时间照顾它，它如果太久没喝水会死掉，或是可能桌上会长很多虫。但是你现在有了这个，它整个好看，然后可以让你桌上添了一些生气，重点是它不用照顾，你就放着。然后如果你要那个离子的时候一起带走就好了，它也不会倒出来，很棒吧？超赞的耶！除了可以放在这个办公室之外呢，还可以放哪里？可以放在客厅、放在家里、放在书桌上都行，像客厅啊、茶几上啊，或者是玄关啊都行，办公室也行，都行。或者你要送也可以，送了也很好。重点是，像如果你家里有长辈呢，你可能想到要送他什么？如果他喜欢花艺的话，这个呢也是很适合给他的哦，而且不用照顾他，然后他可以长得好好的，因为他不会长大了。你也不用修剪它，一整组送给他，你看看，你也觉得很开心。我觉得不用照顾，不用修剪，直接大礼包送给他。